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做父母亲的人爱自己的孩子，天经地义。每个做爸爸妈妈的，我想至少绝大部分的做爸爸妈妈的人，都想把最好的给我所爱的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爱的方法不对，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华人喜欢讲的那句话，爱之是足以害之，反而害了他。结果呢，就是后悔。求主帮助我们读圣经，看到一些属灵的原则、榜样和见解，不要走别人走错的那些路，以至于我们会继续在这样的事上经历后悔、后悔、后悔。后悔真的是一件极不快乐的事情。利百加就是这样，利百加非常爱他的儿子雅各，爱孩子没有什么不对，他也知道他在怀孕的时候神就已经启示他将来这个小儿子要这个大儿子要来服侍小儿子，这些他都知道，我也相信他摆在心里面。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他用他的手不断地决定要这样要那样，这叫做掌控。求主是恩待我们，不要去掌控别人，不要去掌控甚至是你的家人、你的另外一半，这样都不会带来好的结果的。为什么这个做母亲的人会好像头一样在掌控整个家？因为那个做父亲的人只管吃，什么都不管。以撒不讲话，不做事，不做该做的事。结果呢，太太就跳出来，做头的人不就位，别人就只好来替你那个位置，结果就乱。以至于你看，在这个家庭里面，利百加一直是在主导很多的事情，他在主导他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主导他们的婆媳之间的问题，主导。而那些的主导到后来，他告诉他孩子说，来来来来，雅各来，我告诉你啊，你去这样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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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你爸爸就给你祝福。他说，雅各说不行啊，这一定会被识破的嘛，万一被识破了，我不但没有得到祝福，还得到咒诅。利百加怎么回答他？这个做妈妈的回答他的是，他说，你不要担心，这些咒诅都归到我身上。这个妈妈是爱她的孩子，而且非常的爱她的孩子，但是爱的方法不对。她说，咒诅归到我的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做去做去做。其实你知道，她一路这样下来，她都想要摆平这整件事情。然后她就跟儿子讲说，来，你去跑吧， 你跑，你去躲到你舅舅家里面去，你躲到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老大以扫也是我生的，我知道他的个性，他就是现在在气头上，过两天他气头气消了就好了，你就回来就没事了。他以为他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平，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一下把儿子逐出去，他到死都没有再见到这个他心爱的儿子，他永远失去这个孩子。我们不是人生的导演，我们也不是人生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连自己的人生都无法掌控，我怎么去掌控别人的人生？如果你也曾正在这样的困难里面，学习放手交给神，把另外一半交给神，把你的孩子交给神，把你最担忧的事情交给神，他掌权，不要代替神，不要想掌控一切。